来，爸爸妈妈，欢迎收看咱台湾艺术台下播三点至四点的时间，由着文芳甲依珊为您主持服务。来，依珊先来安排第一首台语歌曲《一朵花》。你讲我是你心内上水的一朵花，你愿意为我放弃整片花园？因为这呢甜，我的一颗心已经予你买去。我讲你是我心内上温暖的花干，我愿意为你放弃整片森林。因为这呢甜，希望你好好珍惜我的心。我是一朵花，为你碎，为你开。属于你，今生只爱你。我是一朵花，为你碎，为你醉，要甲你牵手走千山万水，相偎相依，永远伴相随。来，谢谢林真水小姐，有幸大哥大嫂，谢谢南海瑞大哥，冬瓜帮秀兰姐，那里易真姐，谢谢美嘉阿姨，啊，谢谢那里零九三二的新朋友，啊，谢谢啊，那里啊秀兰姐，谢谢。你讲我是你心内上水的一朵花，你愿意为我放弃整片花园，因为这呢甜。我的一颗心已经予你买去，我讲你是我心内上温暖的花干，我愿意为你放弃整片森林，因为这呢甜，希望你好好珍惜我的心。我是一朵花，为你碎，为你开。想属于你，今生只爱你。我是一朵花，为你碎，为你醉，要甲你牵手走千山万水，相偎相依，永远伴相随。谢谢咱红茶帮秀兰姐，谢谢咱台中的中心大哥，台中的 Kitty 大哥。啊，咱的公山的一珍姐，欧来珍珠姐，遮掩阿美妈妈，好，谢谢。我是一朵花，为你碎，为你开，天涯海角，阮拢愿意对你去。爱的花香属于你，今生只爱你。我是一朵花，为你碎，为你醉，要甲你牵手走。06的好朋友感谢，谢谢 Kitty 大哥。来，爸爸妈妈，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大家好，你好，欢迎收看咱的台湾看天下，我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一闪，我是走路好满面出来不通，是的，下晡时间三点到四点陪伴咱爸爸妈妈。啊，咱暗时啊，阁有六点到八点，對對對哦，现场的时间哦，嗯，哦，所以爸爸妈妈若是要互动的，哦，要上线，卡咱的空了哦，哎、欸，5986111，5986111，任何出货问题，有任何服务要找咱客服啊，美丽的小姐跟帅哥的，打我们的0659800020，5989800020啊，哈，好，啊，咱赶紧来进行咱上精彩的单元。秀才不出门，人知天下事，关心着再去天下空气，好，咱出门被收起，没错，好来咯啦，对不对啦？但是先看一张啦，叫做日本的剑琴之秋，哦，哇，水哦，这粉啊，这搁在上面粉蝶。
花啦，我告诉你，哦，粉蝶花，规个拢安尼哦，蓝色的、白色的安尼，嘿，哎，规粒山头拢是呢，嗯，这实在太漂亮了，很漂亮，对，打一条路拢人，是，啊。这条路拢人，对对对，哦，这个也是步道啦，爆满哦，所以这人家非常的水，啊，粉蝶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嗯，是的，我这个好像是稍微弄到太大声，可能爱用出来。好，来下一张，嗯，好，哦，这哈贵重色底啊，哎，嗯，啊，还有淡，还有深的，好多颜色。刚粉红就好几色，嗯，哦，对不对？对对对。哦，阿哥这个日头，哇，嗯，这买什么会嗯嗯的这样，是，完全哦的百花齐放，嗯，哦，很漂亮的一张图，哦，这个太漂亮，好不好？好，阿呆，桃都好，让我快点哦，哎，赏花人潮哦，嗯，啊，蜿蜒成龙啊那种，哇，这我够人够多，对不对？哦，但是哈，哦，有一条啊，这个步道哈，嗯，啊，人无遐尼多，嘿，但是足危险。哦，普通人袂去行。哦，安那讲咧，咱来看吼，咱也要佚佗吼。啊，那是胆量无够的，上好上这款的。嘿，哦，像咱什么天空步道啊，什么啊，迄种有无？咱来看卖去。迄种水呢？哎，啊，咱来看一段哈，危险步道，好吧？哎呦，看一下来。屏幕前的一杆挑战性的战斗，这走的人心中战无栏杆哦，更是直冒冷汗。这我唔敢。别的不佩服，就佩服这些人。阿卡叫骨力啊！居然敢在这么高的悬崖绝壁上行走。关键没有任何护栏的维护，侧面就是可怕的外面。对啊，一定得没有护栏。一个不小心，好危险，真叫人吃不了兜着走。这正是出了名的雁荡山白岗军站。雁荡山位于浙江省温州市，这条栈道浙江温州啊，千米挂在700米高的悬崖绝壁之上，它的着实让人起。但是大家拢靠内底行，可能。很多网友都说，行不小心就落去。得先把后事交代清楚再行动，也不知道啥意思。我是冬月，关注。哎，我行个卡两页。你这恐怖呢？当然对呀，啊。哦，所以这那是我啊，绝对是买啊。虽然我哈，哦，可能哈敢行，但是我惊一半，可能我那两卡危险，啊。这个太危险。对啦，因为旁边无迄个栏杆呢。尤其遐落雨的棍呢，还不要开玩笑呢，嗯，哦。下一张，好来。啊，公蝶哈，满地的、遍地的哈，灰。这个美国南加州哈，有的羚羊谷啊。哦。这罂粟花哎。嗯。哎，罂粟花之前不是都在做毒品的吗？罂粟啊，罂粟花，哎，超级花季啊。哦。哇，专播呢，橘红色的罂粟花。对对对。可能有那做这种啊品种啊，会当哈啊做海洛因呐。哦啊，这下蛋白我嘛无解清楚，嗯，但是哦，这么多，吼吼吼，罂粟花，下一张再看一下有没有？哎呦，真的呢，都满满的，满的，哦，罂粟花，哇，哦，长得这个样子，啊，哦，最后大概看一下。啊，这自然可以赏花，哎，欸，对对对对对，小朋友嘛是。啊，无正经啦，讲罂粟花以外，更是感名是安那，罂粟花咧做海洛因的，哦，哎，欸，来下一张，哦，好，讲个天气正经，可怜呐。大地春雷响，台湾开始哈，全台湾都要落雨了，嗯，哦，所以哈，哦，这个雷神索尔打下来了，是，好吧，好，下一张，你看看，哎呦，哦，所以呢，对呢，这个台湾一家，今仔日透早哈，看诶，这个卫星云图看起来，诶，雷雨包，大雷雨包还在上面，对不对？嗯，但是今麦已经落来啊，今麦已经到下晡嘛，来下一张。哦，所以慢慢已经就来了，欸，真的哦，有没有，哦，所以咱伫台台北遮拢有大雨特报，哦，对呢，有没有，嗯，啊来愈来愈的来，哦，来愈来愈的来，哦，啊所以为这边来嘛，嗯，所以开始讲哦，西半部雨较济，东半部较无雨，就是安尼啦，哦，所以爸爸妈妈特别注意哦，北部已经开始热啊，好不好，嗯，下一张，好，所以这礼拜啊，这个哈拜三开始，嗯，拜三拜四天气不稳定，好，哦，给他拜三是安尼嘛哈，嗯，哇，这拜四哈。哇，哦，拜三下晡，下晡开始，对对，所以吼，哦，咱南部话像咱遮个，嗯，啊，台南高雄，佫感觉较袂着，对无？佫较淡嘞，吼，哦，对，感觉着。啊，到暗时啊，你看，开始变红色个哦。对。哦，这台南高雄遮就变得较大。下雨咯。哦，哎吼，今仔暗就安尼哦，啊，门啊才去下嘞。对。哇。哎。转台湾呢。哦，而且中部落雨向。对啊。哦，佮有落甲变吼。哦，深紫色那样，哦，红到发紫，对对对，所以西半部这个雨落较济，是哦，所以吼，这让爸爸妈妈了解一下哈，嗯，哦，所以卖讲吼，阿袂热，淡季的热啊，哦，好，下一张，
哎呀，顶到吼，这个八仙城堡无？对对对。搞到尾哈，哇，足恐怖。十五个死亡，400多人受伤无？啊，即摆吼，啊，官司拍到吼，球场21亿，伊搞到尾判偌济呢？哦，今仔判出来判8亿啦。啊，但是八仙乐园免赔，哦，是迄个主办单位爱赔。哦。啊，变作是安尼。是。哦，最好大家了解一下哈。哦，所以咱吼。啊，这意外有当时也唔知要安怎发生。出去玩啊嘛，所以要保险的观念，哦，家己买保哦。下一张，出去玩，好，这不是喇叭花哦，不要误会哦。野百合伫迄个哈富贵脚下那，对，这是海域哦，这是第二哦，幽冥山的竹子湖，知道这样哦，晚上看也是蛮漂亮的哦，真的哦，所以嘿。啊，即台车足侪人吼，啊去赏花。对对对。好，啊，讲到赏花吼，台湾的樱花开啊差不多啊，即个东京吼，啊，即个樱花吼，哦，嘛是阁真水。嘿。我来看一段，有人去吼东京赏樱，我们来看一下。好啊。哦。东京铁塔，对不对？哇。哦。心情快乐起来。赞哦。哦，各种啊。哎。哦。哎，又钓鱼啊！太可爱了吧！哎，哦，天气真好。哎，这条是富士山嘛？可能是吧。哦，野餐呢？哦，你看，哦，看到富士山，漂亮。河口湖，这看起来是河口湖，不是东京，好像河口湖那里。没错。哦，这也是那边对。河口湖，河口湖坐船啊嘛。对。哦，温泉呢？哦，哇！很厉害的，暖是可以哦。好，真正拢爱野餐呢，真正大家拢爱抱一个。好，这好，短短的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哎，讲到这哦，也进前咱无讲岸田文雄哦，啊，出任演讲哦，参观香港的相票，啊，遐嘛暗杀，等一个爆裂物，哎，咱来看，真正有一段影片，有够清楚的。我翕到了，对。哦，咱来看一下哈，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来，岸田文雄站在那裡，一个東西牽過來有嗎？哦，有，這裡，牽過來，落下來，好像再沒崩，你知道嗎？這樣崩了就死了，旁邊的保安，沒崩，快的，哦，趕快下走，嘿，趕快下走，再看一遍，你看，慢動作，現在的那個，哦，那環保全很緊張了，但是他的，其實已經牽下來了，已經落下來了，對啦，其實也是有點慢。嘿是，嘛是真。嘿是好佳哉，迄只无崩啦。无崩啦。无崩起来就翘起啊。啊，不过这人的速度嘛，算真有在注意。对对对对对对哈。是是，还好没有崩。所以这真正是非常可怕。啊，迄只好佳哉较慢崩啦。嗯。哦，好佳哉，哦，这好顶，好爸爸妈妈看。哦，所以到德国伊拢危险。对对对对对。所以吼，有一挂这个政治较偏激的，哦，真系是本来有那少年嘞，很多，听讲有那20几岁啊嘞，嗯，哦，所以这嘛就含的，有无？嗯，好，啊，讲了这吼是迄个啊，真正吼啊，这个暗杀、刺杀迄个动作，对，啊，但是过去吼，啊，咱来看吼，啊，这个吼拳击比赛顶头，定定吼，哦，怕死人的，你知道？哦。那个，有当无性骨，这些做回家。对对对。啊，拳击拳坛当中上厉害的，这个泰森嘛。哦，有，嘿。对对对，泰森。拳王。他是等于是这个森林之王是泰山。嗯。哦，但是拳坛之王是泰森。泰森。哦，不太一样。哦，啊，咱来看泰森哦，这场比赛。嗯。哦，含对手这有哪做臭皮。哦。哦，两个拍了安那哈。嘿嘿。来看者。哎呦。哦。是怎样子的比赛让拳王泰森如此大怒，打的对手连站起来的机会都没有，只因为对手无视裁判阻拦，恶意攻击拳王泰森。当回合结束的时候，裁判上去阻拦，这个来自南非的选手弗朗索瓦博萨恶意攻击泰森，导致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现场也是不能不堪，台下的工作人员也是紧忙上台把两个人分开，才避免了后面的肢体冲突。弗朗索瓦博萨绰号白水牛，进入职业拳坛5年的时间，打出了35战全胜的恐怖战绩，35战全胜呢，其中24次 KO 对手，惊人的战绩也使他愈发猖狂，所以就想要成为重量级冠军的他，每次都在想，所以根本不把泰森看在眼里。巅峰时期的泰森，博萨根本不敢惹，也没有机会惹。时间来到1999年，当时的泰森已经过了职业巅峰期，挑战泰森的机会来了。泰森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吧，他是一位真正的世界级拳王，泰森的拳头也是力大无穷。当时巅峰时期的泰森，网上一直流传泰森一拳可以打死一头牛，
相当厉害的两位选手，谁强谁弱，擂台上见分晓。别怕，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南非全网挑战泰森，双方过多的试探，直接发起了攻击。这时泰森以灵活的走位躲过博萨的刺拳，紧接着博萨前手拳出击。其实对手嘛最勇诶，是个白人。攻击十分凶猛的泰森，博萨也是毫无招架，只能去以搂抱的方式去化解泰森的攻击。看到搂抱的两人，裁判见状上去把两个人分开，上来两个人就发起了攻击。在泰森灵活的躲闪下，博萨的攻击对泰森起不到任何作用。在交战一会过后，博萨明显的意识到泰森的躲闪太厉害了，就连自己的快速的出拳在泰森面前根本不管用。泰森的反应速度总是比自己快一步。这时搂抱的两人，博萨还不停的用拳头击打泰森，一旁裁判也是紧紧的盯住两位选手。这情况不妙的裁判上去想要把两个人分开。一个逃趴，另外两趴。这时铃声响起，第一回合结束。个逃趴，博萨还恶意击打泰森，所以泰森中意。看情况不妙的工作人员紧忙上台，把两个人拉开，现场直接混乱不堪。这一幕也是把泰森彻底惊了。但也是对啊，休息片刻的两人比赛继续，上来泰森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打得博萨也是节节败退，只能以搂抱的方式去化解泰森的攻击。十分愤怒的泰森就像是发了疯的小野驴一样，今天南威全网赢吧输过呢，毫不留情，他没有输过呢。博萨毫无招架，只能后退防守。但是泰森也是用拳头在告诉博萨，他惹到了一位狠人，直接用拳头在擂台上教他做人，找准机会一击百拳命中，紧接着步步紧逼开始施压，所以泰森先那哎哈，在泰森上去攻击的时候，人家狂妄的已经太厉害，去避免泰森的攻击。看僵持不下的两人，裁判上去把两个人分开，比赛继续。泰森一拳上去，直接把博萨打得虚晃一下。泰森紧忙再次上前攻击，意识模糊的博萨直接紧紧地抱住泰森，抬上去把两人强行分开。比赛继续。所以啊，在尝试到泰森拳头厉害的博萨，只能以不断的搂抱去化解泰森的攻击。越打越有感觉的泰森，也是直接把对手带入了自己的节奏。现在的博萨就像是一只人人宰割的小羊一样，毫无波澜。哇！你不要等一点港喷。泰森都每天。一击全命中，反击的博萨被泰森挡下。两个人搂抱在一起，看到没有攻击意识的两人，裁判把两人拉开，比赛继续。找准机会的泰森上来一击直拳，当场把博萨打倒。这时博萨直接跪在地上，想要起身，在准备起来那一刻，直接又倒在了地上。裁判也是紧忙进行读秒。太容易啊！只见起来的博萨直接差点掉下擂台，裁判也是紧忙终止了比赛。泰森的教练团以及工作人员也是紧忙上台，查看博萨的伤势如何。从慢镜头回放，我们可以看到泰森这一记重拳力量太大了，一拳直接打得博萨失去了战斗能力。要不是被裁判反应够快，博萨就直接摔出了擂台。虽然泰森已经不是巅峰时期的泰森，但是擂台上的泰森仍然是很多人惹不起的一代拳王。所以最终泰森也是以绝对的实力 KO 博萨，赢得比赛胜利。好了，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我们下。好，您回味一下这个泰森，这太勇了。对对。这只啊，不要简单啦。是是是。这嘛是爱欢迎爱喝呢。还有那种半天星的。对对对。来下一张。好。今摆吼天气做热，大家爱佚佗嘛。度假海滩。这好像在这个菲律宾呐。是巴望岛还叫什么？好像是巴望岛的地方。水呢。很棒哦，当地家呢，哇，当家呢。对对对，日光浴啊，而且海水个水个清气，而且这看起来大家这清清啊嘞，我水个清气，所以这个太棒，好吧？这是在海边啊，穿比基尼是正常，对对对，到山上来穿就怪怪的。下一张会吗？不会吗？你这有穿吗？这咱台湾嘞，这大霸尖山嘞，不是我不是比较拍谁啊，我是比那边大霸尖山。啊！伊这有穿吗？我看也看袂出来。即卖做者网友山友吼，做阿去山顶吼，即个秀身材，伊啊沙腾起来呢，都要用背带呢。嘿啦，伊个当用背带呢。所以啊，拄啊去讲有哪去背，拢流鼻腔回来。啊，你敢喝？所以即卖这个女生很厉害，厉害。这个要跟大霸尖山比啊！好，是是是。好，下一张，下一张。好。咱台北这个哈，哇，这个文化季来了，保生大帝文化季，在这个4月23日到6月19日，哇，
所以这哦宗教的活动哦，最近我开始热闹了。这样子，这保生大帝、啊，另外三月二三吼啊，农历是啊妈祖圣诞嘛，啊，所以做这哦开始要绕境啊，从啊哦，开始都拢开始啊，哦，好啊，下一张。好的。啊，这哦啊，这个也是屏东哦，哎，怎么好多也辣妹好多啊？辣哦，都是辣妹、啊，因为南台湾的热情嘛。丢丢丢。哦。四月二十拜喜，拜喜拜五，拜啦，哦，来了，哦，四五六，夏季音乐派对，哇塞，屏东又搁要闹热啦，对对对，顶头干呐吼，这个什么台湾祭料呢，嘿，马上搁来啊，哦对，哦，所以啊，这真正吼，哎，水的，哦，全部那个辣妹，哦，所以这个拜周末又是吼精彩可期啦，哦，伫屏东哈，嗯，啊，最后大家来看一下，太厉害了，好，下一张，嗯。好，咱这个讲的屏东大鹏湾，咱不拢是没有看，哎，咱的空降特战部队，然后跳了来，跳那个伞，跳来跳来大鹏湾来，都有看到吧？哇，这就是哪，陆军特三营呐，哇，因这个演习十二天啊，哦，一次演习十二天呢，这特战营呢连续安尼的演习呢，嗯嗯嗯，啊，包括呢啊那个啊，行山路穿到海滨，啊，到城镇站。啊，搁再来个跳伞，嚯、哦，做一些特三营的很厉害嘞，哦，哎，急行军那个跳伞，该迄落嘞，哦，所以来真的嘞，对，哦，所以这真正训练很精实啊，是是是，哦，另外大家人家拍卡乌噜噜啊，有啊，都哦，唔过看起来拢做用，哎，迄特三营，迄种见过，你知道？是是是，哦，迄种见过做用的，你知道？对呀、啊，厉害啦，好，一线赶紧接一下，来下一张，好，啊，咱这个吼，讲到这個军中吼，参谋总长换人啊，哦，啊。啊，本地的这个参谋总长已经年会高啊，哦，要退啊，嗯，哦，要退啊，哦，所以这边海军司令这个梅家树，嗯，哦，爱起来做这个参谋总长，哦，哦，就大家了解一下，是是是，哇，海军的啦、啊，哦，哦，叫轮流，咱这参谋总长啊，拢是啊，陆军、海军、空军，拢会叫轮流，哦，哎、欸，对对对，丁导迄陈宝瑜的样子。哦，陈宝宇是陆军嘞，哦，陆军的，陈宝宇上将，哦，阿姨要替我，啊，所以我海军司令，好嘞，好，下一张，是的，搁再来的是吼，综合所得税吼，嗯，哇，今年要申办吼，今麦当啊啦，哦，申啊网路呢申报附件上传，哦，我其实进前有哪有啦，但今麦得手机啊啦吼，对，啊，有哪会使，搁有离线版。电脑的线上版、离线版都可以，哦，这种唔免纸本，直接网络申报就可以了。做好啊，最后大家来看一下哈。好，下一张。哎，啊，这两位打得到呢，啊，这个，这叫什么奖？香港的吼，这个影帝了哈。嘿，哦，就是咱的，这谁啊？哎，我杨永光姐 ，M M。你那是不是有些啊？哎，熊赛的。哎哎哎，我认识，我一下子讲不出来，我真正。熊熊的袂记你啦。是尹某哈，我主要在讲尹某，对对，还没做恩爱。哦。尹某好像跟郭矮，郭矮明是吧？对。好像是郭矮明，这是刘青云。是是是。那郭矮明的样子，哦，哎，一个可以庆生，你知道？好。啊，其实两个感情做好。嘿，看得出来。因为他八年得一次影帝嘛，不能讲的被当拢会得一遍。哦，对对对。我爱两个哈，出席颁奖的时候来看一下。出席颁奖的时候。哦。好，有没有看到刘青云啊？跟刘海。就是呢。跟郭爱，郭爱民吧？啊，郭应该是啦。哦，安两个。得安安某啦，嘿，夫妻啦。维尼克。喂，叶小姐，叶小姐，我问问讲，迄个气泡水敢会当用矿泉水泡？靠气泡水？可以啊，你迄会当用、那個？哦，你讲维他命 C 啦？啊，可以。维他命 C 啦，你要用气泡水嘛？可以。啊啊，哎，本身矿泉水，一本水、喔、本身吼都有电解质，所以你泡了嘛 ，OK。嘿。哦，会感觉开始用气泡水迄种感觉。对对对。没问题哈。嗯。啊，你下晡拢有闲来看？啊，下晡拢有闲通看节目啦哈。对啊，我有咧看。哦，啊，暗时啊有哪有你知吼？我有只会记得转过。好，安尼即摆知影吼。好好。谢谢叶小姐。感谢哈，叶小姐。好，谢谢。感谢你。甲咱斗够打呢，好，谢谢。哦，所以人阿伯。嗯嗯嗯。哦，啊，身材啊拢保持啊足好咧。是的。哦，不错。哦，忽长忽水。来，下一张。很好，很好。哦。出国佚佗嘛哈。哇，这有咱台湾的这个什么？哦，这是长荣航空吗？台湾熊，有没有看到？是是是，
这这哈，啊，翕这嘛正拄啊好。对呀，啊。有咱台湾的代表银山大饭店。对对对。哇，个长荣哦，有没有？啊，下一张。哦，真水呢。好，跟再来哈，台湾讲的这个爬山哈，咱也要。啊，森林游乐区佚佗，拉拉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进行拢咧整修吼，啊，所以对昨开始个开幕啊，哦，所以对啊，即卖开始一直到九月底吼，拢门票半价，哦，所以变作专台第19座的森林游乐区啊，哦，哦，所以啊，这林务局局长哈，我有啊咧讲，啊，这门拢进行我有分享过，专台湾有十张吼。哇，上啊中秀的，哦，千年的这个树木，哦，咱拉拉山第二名跟第六名拢在拉拉山，哦，所以咱要拉拉山不是干哪哦，啊，这个买捧哥买来买水蜜桃呢，哦，会当去看千年的神木，嗯，哦，你一睏头会当看了台湾经过啊，这个前啊十名当中的2到6名，嘿，哦，这很厉害，哦，因为拉拉山加上一个这个。啊，雾林带啦，什么叫雾林带？就是讲吼，啊，咱哦，这个咱台湾很特别，嗯，哦，热带、亚热带、温带，哦，啊加温热带、寒带，咱拢有，嗯，哦，咱的山东拢有，啊，伫雾林带地拢个大猛的所在，哦，这所在水气较济所在吼，哇，这都千几、两千几只，好像咱的鱼拢去爱大涨，哦，所以莫怪只有神木。是哦，所以当去拉拉山遮，好，我大概看见，是啊，这个厉害啦。好，公牛哈要爬山呢，啊，这个脚有力，嗯，哦，所以咱来看一段腿上功夫啊，腿上功夫，看一下特技，好不好？腿上功夫来，好的，看见，嗯，哦，你这精雕的呢，而且搁爱伫遮表演，哇塞！哦哎，很隆重，很厉害！天哪，哦，这个够厉害！啊，但下骹这看起来骹嘛无足大块啊，也还好。哦，哎呀，帮你接。哦。哇哇哇！哦，这骹真厉害。哎，这个脚，哎呀。哎，对呢，迄刀安尼，好安伸来伸去。哦，够紧呢。脚好灵活。哦，我拢看袂清楚啊！哦，这灯料上，这腿上功夫很厉害。嗯，哇，好快哦！哦哦哦，哎、欸，可以吊起来。天哪、啊！哎呦，够、哦、有单脚。哎呦，三个囡仔嘞！一体三个囡仔在顶头。哦，下骹这个女生很厉害，脚很有力。哎、欸，头是这个吗？我唔知道对几，看起来应该唔是诶，脚无遮短啊。你这个很厉害呢，这哦，平衡感。哦。哦，哎呦。哦。哦，这啥物件伫个脚拢会当蹬咧？咦，真厉害耶！厉害，厉害，厉害。这水缸呢？敢是啊？敢会做重？桶子吗？啊？哦！啊？哦，这人迄骨头够嫩诶！哎，伊用嘴夹尔呢？天哪，用嘴夹诶！哎，嘴齿遐有力哦！这个不得了！哎！啊，头拄仔是大练诶，即摆细练诶哦！哦，你这是安怎用诶啊？好厉害哦！这练的对啊，我体足紧张。我用材料进行，两公斤有一个表演，空中飞人呢，结果女生落来摔死，哇，下脚拢无防护啊，所以有当时啊想主持嘛袂使，嘛是爱防护措施啊，当场摔死呢，我很可怕呢，所以练这啊练几啊十档的功夫，结果摔死，这有时候。这种表演较危险啊！哦，哦，伊三个所四个所在断的嘞吼。这爸爸妈妈，这大家拢呼啦圈应该样摇啦，试看卖看会当安尼袂？脚摇胸坎，哦。哎呦，伊这样阿妈棍呢？是吹吧？啊，阿妈棍。这是。阿妈棍安尼缩落啊？伊敢那用阿妈棍的款嘞？
嘿，我都感觉吼，体力真艰苦，这阿妈骨龄吼拢酸起来。对啊，哇，这个实在太厉害了。好厉害哦！好了好了，看得心惊胆跳。对对，这紧张哎。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好了。哦，身体健康真系够好，好吧？哦，爸爸妈妈，啊，咱来下晡时间哦，时间比较紧迫，来，赶紧来安排一首日记的歌曲《片恋酒料》。哦，等你爸爸妈妈来注意看，好不好？来来，听歌。失去地飲得るお酒じゃないわ一人が寂しい肩こい酒よ遊び上手なあなたでも噂を聞くたび会いたくて辛いのよ辛いのよバカな女と言われても忘れられない恋だから面影グラスに忍びなく。来，谢谢阿红茶帮秀兰姐，谢谢小彩姐，感谢欧莱珍珠妈妈，谢谢冈山的义珍姐，谢谢蓝景峰阿姨，秀秀妈妈，台中的秀芝姐，海瑞大哥，谢谢蓝段小姐，谢谢蓝林志大姐，谢谢蓝彩静姐，谢谢。好，来东华帮秀兰姐、珍珠姐，谢谢景峰姐，感恩哦，秀秀妈妈，谢谢你。荒れた暮らしの記憶この頃は夜を未練が身にしみのよ夢って激しく燃えるより優しい強さで抱きしめて欲しいのよ欲しいのよバカな女と言われても忘れられない恋だから面影グラスに忍びなく。来，谢谢栾玉杰，谢谢中心大哥感谢你，谢谢蓝小彩姐哦，多次的掌声鼓励感谢，谢谢蓝林大姐，谢谢蓝东华帮秀兰姐哦，谢谢。あなた命とボトルに書いて心に突き出す肩こい酒よ愛の傷跡痛むよはいいことばかりを思い出し生きるのよ生きるのよバカな女と言われても忘れられない恋だから面影グラスに忍びなく来，感谢爸爸妈妈，来点朋友。
我下歌咧，所来本方甲一三要来甲您进广告，咱要来报好康，来不要走开喽，感谢，谢谢。好来，爸爸妈妈哦，咱啊，我咧看咱节目哈，那今仔日只最后一栋爸爸妈妈咧把机会，是的，哦，要出来佚佗爱行会走嘛，啊，你普通时啊，都已经袂苦袂啊，比如讲你有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咩，啊，你吼、哦、年久的种姿势不良，哦，啊，行袂远，行袂久。行三步来爬落来啊，就爱屈伫遐哦，所以这有啥物定听咧？比如讲啊啦，哦，你脚踏虎，脚踏虎内侧会疼，会酸会疼，哦，啊，搁有你脚踏虎会肿的哦，肿胀的，嘿，啊，搁有你脚踏虎会安怎做硬架？硬架硬架，嘿，啊，另外就是你咧动的时阵有声音的，吼，起起伏伏的这种，哔哔啵啵，起起甩甩，对哦，啊，搁有天气咧变化，变天，哦，你就开始咧疼，发作啊。讲啊，哦，你就感觉足明显，嗯，哦，背管背肩背楼梯爱白叫无，骨刺软骨啊吼，磨损吼，爱插掉爱白叫无啊，哦，所以酸骨轮疼骨折嘞，哦，无分你任何镜头的，我咧讲有这种物件上好，即卖哦，世界上新发表出来，敢若日本有尔，对，这专利啊呐，对，这个吼北海道野生的吼鲑鱼鼻软骨萃取出来物件，没错，好，这日本世界唯一上新的专利发表啊，对。哦，这物件厉害的对，伊甲鲑鱼鼻软骨萃取啥物出来？60%哦，高浓度的啥物？高浓度的蛋白聚糖。对，这蛋白聚糖哇厉害，足厉害。你有咧食软骨素，有咧食可乐三明的葡萄糖胺的，啊，有咧食吼啊，咱的玻尿酸、胶原蛋白、骨肉、脱骨露拢同款。哦，你后咧食这吼，你也够有这个吼蛋白聚糖落去，迄效果就出来。嗯，哦，所以这有数字，有人体研究报告哦。所以哦，延缓嘞，吼，咱两骨来磨损，搁再你有你酸抽疼，吼，酸骨能疼搁再发炎的，嗯，哦，你看疼痛愈来愈少，对对，搁再两骨来生出来，对，再生哦，这研究哦，这人的研究哦，搁再来人体实验的结果嘞，是，哦，你看已经嘞两骨来磨损了，哦，嘛是安那，哎，经过，搁生出来，哦，一个月两个月安尼。哦，保养嘞，哎、欸，生出来。对。好、哦，所以爸爸这袂使别讲的啦，哈、哦。所以这就是呐，鲑鱼鼻软骨萃取出来高浓度的蛋白聚糖。当然，这个蛋白聚糖你也搁加四种物件哦，各如何？哦，比如讲有啥嘞？啊、哦，有这个罗旺果，啊、嗯，有这个玻尿酸，哦，山竹果，哦，黑酵母，再萃取，这落去哈、哦，就是咱的救星。嗯哦，不管你酸骨轮听久在袂苦袂啊，袂惊袂走是啊，酸骨轮听久在袂叫袂坐，爸爸妈妈因吼上知，咱来听人来讲好不好？来，桂兰姐来。鲑鱼鼻软骨的功能真好诶，伊就是日本最新发表专利，改善关节疼痛啊。要食些鲑鱼鼻软骨容易萃取的。秀芳姐，鲑鱼鼻软骨赞吗？啊，那赞。日本的专利萃取的啊。秀芳姐来。日本北海道的野生鲑鱼鼻软骨，对对，世界唯一的专利啦。这哦，退化性的关节炎会减缓哦。嗯。咱人摩擦也会疼。今天妹妹，我食两颗。吓呢，他卡袂疼，爬楼梯超好爬啊，啊爬啊疼安尼啊。好，爸爸妈妈，你有看到未？哦，所以哦，你较早你食其他物件，这一定搁爱食。是。哦，这真好，你食无好，食袂行。哦，这就是你的娶老家。啊，你啊，拢遐拢唔捌食过，你即摆要保养好，搁会好。你就直接食这罐罐宝，到底几罐？啊，这呢，咱就一天哦，食两顿，啊，一盖呢，哦，一粒甲两粒，咱这500mg嘛。对哦，已经拢萃取伫食，啊，逐天安尼甲食诶，我就特重啊。是严重诶，你通早毋食两粒安尼。是的，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平常时有咧补充玻尿酸、胶原蛋白诶，真好，这个就可以再给他吃。哦，啊，这种该下伫顶头。是，哦，一家是救星诶，精粹配方。来，这吼无俗世界唯一专利哦，即个日本诶，哦，鲑鱼鼻软骨萃取诶，来一克啊偌济咧？
就是2580。爸爸妈妈今天最后一天啊，你拢知啦。咱就是要送，要让爸爸妈妈长期使用。所以咱买一克啊，2580，吼，两克啊，5160，唔免直接送。对，来买一盒送一，买一送一。2580，咱最后一档啊哈，数量无济啊哈，所以你要抢要长期保养，我甲你建议，你就是买大组的，大组的买二送二哦，免想讲拢知，买二送二哦，买二送二那是优惠价哦，买5160对不对？好，咱爸爸妈妈我你讲，今仔日哦，你要看到哈，买二送二4500块了好啊，好，唔免阁出价啊。啊！而且吼，要让你长期保养，细组上大组送愈侪，搁送一克啊！买唔对，买二送二，再送一，安尼是哦，安尼有清楚吼。对，买一送一，买二送二，再送一哦。电话卡给，就让你这个会员给诶优惠配套。是的，咱的0800-0650-7500800-0650-750。对，哦，所以爸爸妈妈哈，有你看节目的哈，只要最后一档哈，要让你抢，要让你吃看卖，什么叫日本？哦，唯一世界的专利，唯一哦，鲑鱼鼻软骨的脆脆的物件是，哦，咱不是讲哦，你较早食还拢无好，迄鲑鱼物件真正足好，但是要效果更加好，咱的鲑鱼鼻软骨吼，你个吼加落食，你试看卖，你就知，哦，不要你食了吼。哇，真正唔免阁行善，人吼走去对佚佗啊，你嘛会使啊啦，是，吼、哦，所以爸爸妈唔通吼，阁底下吼，身个人听阁在底下咧艰苦啦，嗯，哎，袂惊袂走，足艰苦的，足郁卒的呢，哦，看人咧佚佗，你无法度去，吼、哦，真正身体愈来愈歹呢，对，来阿明哥哥你好，来你好，阿明哥哥，大组的，大组的吼，好。买二送二再加一，哈、啊，来谢谢等位帮讲，谢谢，来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哈，你那是吼、哦，不管吼、哦，无分镜头的这個，吼、哦，咱就是已经吼、哦。已经有各样，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赶紧来保养，安尼知无？下来文芳过来接哈。嗯。来，喂，你好，金梅姐姐吗？来，金梅姐。金梅姐，你好哈。四组的食看麦。好好，我跟你讲。小组吃吃看。四组的赶快上，就加上你一盒。再送一盒。好好，啊，电话帮我记下来哈。谢谢金梅姐。谢谢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今仔最后一档哈，有卡的，咱就给你大优惠，安尼好不？好，来，喂，你好，许和大哥家吗？来，许和大哥。一组啦哈。好好，啊，你电话帮我寄嘞哈，好，电话寄嘞哦，谢谢。哎、欸，咱来约时间一下，好不好？约时间一下哈。来，秀琴姐你好。来，秀琴姐吗？大哥，大嘴，大组的。听了知影这做有信心咩啦？好，谢谢哈，爸爸妈妈。来，爸爸妈妈，电话卡有通的哦。同款哦，不管你是不是会员，给你有会员价，啊，你就变咱的会员啦。今天拄好有看到这部的，嘛同款哦。电话赶紧甲卡哈。来，碧霞姐姐吗？来，嗯，我大组，大组的哈，好，恭喜哈，电话寄来哈，谢谢。来，爸爸妈妈，世界唯一的专利鲑鱼鼻软骨萃取，逐天你着食一顿甲两顿，保养你着食一顿好。啊，你啊吼已经严重啊，嗯，吼、哦、要赶紧好起来，你着早暗甲食两粒两粒，安尼知吼。来，电话赶紧卡哈，来，喂，你好，进宅大哥嘛，嘿。哎、欸，我要大桌的，大桌的好好，大组的，恭喜吼，送你三 K 啊！好，今天要你电话去啊，感谢你。哦，爸爸妈妈，咱的关关宝哈，你有看到吧？是。哦，这拢改写一千里这鲑鱼鼻软骨的最初，够罗万果，嗯，哦，有看到无？玻尿酸啊，三组黑酵母、啊，黑酵母，对，四加一。这就是无分镜头，嗯，咱人体260几骨头，200外关节，哦，咱这吼人食了拢会退化，还正正常。啊，胃是风湿性的，嗯，哦，啊，胃酸骨轮痛骨在，对，因为吼咱胃做生理，啊，胃吼食头路爱徛久，啊，胃爱颠动，所以规身躯拢会出毛病，所以咱要吼食保养，要赶紧啊来。啊，改善这个问题吼，哎，这上介好，嗯，因为这是日本吼唯一的技术，吼，诶，世界专利，鲑鱼鼻软骨的萃取，咱鲑鱼不拢讲过，迄伫北海道的青柠海水，迄海流阁强，伊阁爱溯溪去生卵呢，所以鲑鱼鼻软骨呢，伊天生吼克服恶劣的环境，伊内底就是啥呐，有高浓度的蛋白聚糖，对，哦，啊，阁吼还有非变性的二型的胶原蛋白。所以这吃落偌好，你敢知？嗯。哦，所以你其他哦，有哪有咧保养吼？啊，咱吼啊，要啊生定骨软骨，吼、哦，要生骨上来济，已经有咧吃，对，更较好。对。啊，你吼、哦、这个加落吃，吼、哦、好，各拢出来。
所以迄蛮单调。但是你也毋捌食过直接食关关包，好，就做好用啊。你甲饲，你就知吼。好，所以爸爸妈妈来讲哦，世界为了做鲑鱼比软骨的精粹，咱今日买一罐，送一罐。2580，大桌买二送二，再送一哦，搁予你优惠，再送一4500块，爸爸4500块，予你安尼啊，愈来愈回吼，这个过程你啊保养了，哦，会当安尼对人出去佚佗安尼有好无啊？所以爸爸妈妈哈。唔通搁底下吼，天气转变啦，底下万东万西啦，最爱请假，安尼知无？好，所以爸妈来哦，咱来空嘛空空空了空，亲我空，电话赶快打，感谢你，谢谢，感谢。好，来，谢谢，来爸爸妈妈都到这，啊，等下咱这边很重要，要来进行咱幸福食百里，哦，要来甲咱的好朋友分享一项呢，啊，上文风生吧，啊，这是花爸爸生吧，酒妈妈看，妈妈看过，因为这样用不坏哦，第一档，互你变少年咯，对啊，第一档，互你回春咯，嗯，第一档，互你呢，啊，面啊，有到有过啊，真的，哦，足金骨的物件，对。哦，所以影片你注意看，等下吼，咱家来吼示范给爸爸妈妈看。对对对，哇，这真正太厉害了，注意看，来。
哇，爸爸妈妈，你头有看到无？哇塞，唔免安尼两礼拜就变一个人啊，对，变到少年嘞。对啊。哦，所以爸爸妈妈这真正生目睭、发目白，唔捌看过物件。会当让你这个目睭个少年起，哇！会当让你鱼尾纹无去，会当让你抬头纹无去。嗯。哦，所以这吼、哦、啊，虽然吼、哦、岁月的痕迹啊，叫做吼、哦、啊、这个啊智慧的撩痕呐。撩痕。我讲啊吼，智慧的撩痕，但是这个撩痕但是吼，咱智慧伫头壳内底的，外口也是卖有撩痕较好。对啦。所以这细胞老化、皮肤干燥、嗯、紫外线的拍灯光安尼的照。哦哦啊、所以呢，咱搞完两边拢流失啦，流失，所以吼撩痕啊就出来，嗯、有无？哦，所以爸爸妈妈呢，啊，这出来了，你就走去医美。我、啊、医美啊呐，啊有迄、那个哦，除了呢啊，这个食的抹以外吼，伊拢叫你来开刀开刀，对，讲用做的嘛有，对、啊，小针美容啦，做肉毒啦，对，电波拉皮啦，对，哦，咱的啊，镭射啦，对，啊，咱的埋线啦，嗯，哦、有无？一大堆，很多，但迄种侵入性治疗，有当时啊，造精呢，你知道？对呀、啊，所以天然的上好，对，所以要甲你介绍一项呢，除皱啊个拉提，哎，这个医美级的明星配方，对。哦，这里底呢有啥物件，请我来看一下。来哦，有咱的黄金金箔，哎、欸，嘿，有咱的积雪草，太厉害了。吼、哦，有光果甘草，哎对，有啥？来，嘿，有咱的小麦蛋白、母菊花精粹，有咱的胶原蛋白，太厉害了。哦，所以爸爸妈妈，这的物件吼，哎，当这啥物诶？嗯，这我跟你讲，哦，今麦不是干啦哦，啊，这个医美级的。个升级病天后级黄金血丝加胶原蛋白精粹，没错哦，对，是你看就是这个，好、哦，这来对，这胶原蛋白的精粹 哦，对对，然后这是黄金血丝，啊，这主要当然啦，啊，让你淡纹嫩肤，对，紧致拉提，对，让光彩透亮，可以当补水保湿，所以哦，这个厉害的家，嗯，啊，这要怎用，足简单，很简单，哦、咱叫易山来示范，对对对，喷蕊、大蕊。抹落安就好啊！哦，啥物叫喷落大嘞？抹来来看一下哈。妈妈来，注意看。你迄个真吼，这罐就是咱的迄个胶原蛋白。哇，胶原蛋白精华。的精华液哦，精华液。真正。啊，这罐就是咱的迄个血丝。血丝、哦、有没有？黄金血丝。来得一条一条。一条有够好用的，可以。够好用。啊，爸爸妈妈，你有撩粉，对，撩粉就无。提这血丝吼、哦，一定手爱搭的。哦，嘿。啊，无伊迄血丝也融化。好厉害。对，所以你也当心吼，比如讲你要喷进前先甲提出来。我无这刷出油，我无很细，啊，我先放只吼，只有两条吼。啊，爸妈来，你若是讲要喷这进前，面吼洗好清气、嗯嗯，洗身躯洗了，是讲透早起来面爱洗好清气。是，啊，因为我即卖有化妆吧，今我直接喷好你看。是啊，嘿，来哦、喔。要喷进前洗洗面，对对对，啊，恁家看哦，你不，你家己，你看我即卖面是不是两边都一样对？都一样。啊，咱即卖来看，咱喷好淡哦、喔，啊，你喷愈淡愈好、嗯，嘿，因为这一旦给你做拉提，一旦血丝哈，对，对，要打起来，对，才会粘上去。先喷。嗯，好，喷上黄金胶原蛋白精华，黄金的加完两倍精华伫遮，哦，这内底有金箔啊，有胶原蛋白，有积雪草、嗯，小麦，啊，即马喷淡嘛，对不？对，你得提一条线，啊，比如讲你倒位有撩痕，你得甲打。哇塞，这个血丝诶、這個，拉提线，拉提线这一条，哦，血丝拉提线，比如讲我即马要甲打遮，哦，我要互安尼上去，要互安尼面吼，等一下当拉提，对对 对， 對。啊，因为我这无够淡，我搁喷一下。诶、欸，伊有吸收，我有看到无？哦，已经有诶，中间对，中间有吸收。哦、嘿，啊，你安尼用起来了，你得安尼甲推，嘿，它会吸收。伊爸爸，你有看到无？它慢慢吸收进去了。吼、哦，你得无看到这线，因为它慢慢吸收。啊，你安尼哦，豆豆啊，甲安尼推推推。吼、哦，这条你嘛要用看嘛？好好来，啊，你喷看卖。妈妈，你甲看哦，你等下你详细看我两边的面，因为妈妈，你若喷了了，你线用起来了，你就开始当个按摩啊，哦，你就可以这样往上。哦、这条叫珍贵啊。嘿，啊，比如讲你耳卡，哦，下面你有一些那个撩痕的有无？你迄个黄金线嘛，当甲线用伫遮，啊，你爱记的哦，线你咧肯一定爱为顶头安尼游起来。哦，这样往上拉，伊开始甲你做拉提。哇，我要用抬头纹，我啊对，你那是有抬头纹的，有无？你加买单肯。嘿，对对对，就像安尼。抬头纹安尼。对，直接放在抬头纹这边。哦，安尼。嘿，对对对。等下好 keep 落就好啊。是的，是的。嘿，阿爸妈妈，你等下甲看。
阿弟，请来帮忙跟你讲，你这线吼在用吼，你不要去省这个线，因为吼你打开是一定爱吼。你的面，吼、哦、有感觉，你用对对对，所以你在用的时阵，你倒位有俩粉，倒、欸、位你就给它打起哩，吼、哦、哪里就贴上去。哦、是啊，你若是讲线用了，是不是咱搁有剩只几罐对无？马紧，你这几罐嘛，当赶快来个做保养、哦。嘿，所以讲，比如讲你有当时啊，面洗了，你就安尼喷喷的，伊嘛当给你做拉提，赶快安尼个往上，往上哦，往上哈、哦，嘿，往上拉，伊拢会当给你做拉提。嘿，所以爸妈，你有没有看到？欸、我来，好，恁看，爸妈来，你即摆看外面，有没有看到我的脸？这边是起的耶、欸，我这边是原本的面、哦，有没有发现？所以刚刚这管的足厉害，真的，血丝拉提超厉害，所以你敢看，有没有看到？哦、好神奇、哦！而且啊，我这边你有看到无、哦？我这边脸颊，我这脸颊是起的，又起的哦。對對對啊，你敢看我这边是原本的，有没有？有呢，差很多。有，所以讲爸妈，这个物件是安怎神奇，而且佫唔是侵入性治疗，所以你伫厝内底，你家己就会当安怎，自己就 DIY 了，唔免去找甚物医美诊所，佮开遮济。我的抬头嘛是感觉，对，单有无啥看到单较金去啊。对对对，啊，而且迄条无去啊呢。对，它会吸收。爸妈，你来知影，咱这个黄金血丝这个线哈、哦，天然的。啊，伊就是胶原蛋白的线、欸，所以会当安怎让你吸收进去？厉、欸、害啦、哦！对，所以你敢看我即摆的面，是不是这边香、欸，这边无香？是不是？又很香，哎、欸、呦！对，哦，你这边，你看我这边给它更，你像我这边是拉提上去耶、欸哦。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边就没有。厉害。所以你敢看安尼，吼、哦、有没有拉提？欸、啊这边，嗯，哦，对不对？太厉害了！哦，差很多。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你看我这额头嘛是呢，是是是，我抬头嘛是。对对对对对。怎么样？所以讲爸妈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对对对对。你若是讲待伫厝内底啊，自己 DIY 呢有够方便呢。而且我甲恁，而且你若是讲有当时啊出去迄个买和朋友聚餐对吧？啊，有当时啊你袂赴。伪装维护处理你的面，这广告马上用，马上有效，直接喷，直接拉提，真的，水拉提出来，对对对对，哇，你是闽南啊，所以你甲看啊，我头啊，拢无老老啊，嘿，我头本来就是安尼对吧，拢无迄个，就没有什么，对，吼，就是爱白白干干，结果你看我这边，整个拉上去，嘿。另外一边价格做明显，啊，这边一定幼起。真的真的贵幼起的，你看看。对对对对。而且我头刚才用一条哦、喔，对 对, 對，才一条而已、喔。嘿，所以讲爸妈，恁家己吼，那是用两条、三条，而且讲你的鱼尾纹啊、抬头纹啊，你料粉愈侪，你也用愈侪条哇，紧。你就甲用落了对。免客气，嘿，咱这边水的，但是用啊用的啊，所以你看看，真的很漂亮，用上去整个拉上去。哦、嘿，做简单，喷贴、抹一抹，对对对，天然的。不用医美，不用小针美容，唔免去拉皮，不用去埋线，安尼知吼？冇唔对，嘿，太棒了！这物件真正，先把酒发吧，唔捌看过，连我都冇看过。好，啊，这太好哈！这个爸爸妈妈分享，是是是，好不好？啊，恁这我要注意看，注意看咱的暗时啊，对，晚上哦，以及暗时啊，咱六点到八点的节目，对对对，咱的台湾看天下，是，哦，一定要注意看哈，没错。好啊，爸爸妈妈，若是讲头拄啊讲的无了解、无清楚，对，啊，甚至呢，啊，进前报好康的，哦，你卡袂通的。带拢个卡来，对，医生甲文芳拢袂伫刷卡，甲你做服务。刷卡袂恁做服务，好不好？嗯，来，是，等你的电话，晚上见。